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旧金山出现了一个自称十二宫的杀人狂魔，杀完人后便向媒体寄一封信，留下密码线索向警方挑衅，案件多次陷入僵局，警方也束手无策。男主罗伯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报社记者，一天他收到了十二宫杀手寄来的密码图，声称如果报社不予刊登，他就将继续杀人。这件事情吸引了罗伯特的注意力，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，持续关注着这件事情的发展。由于事情影响恶劣，不仅仅是警方参与了调查，所有的民众都参与进来，主动提供破解密码的信息。没过多久，密码就被一对夫妇破解出来了，事情看起来有了很顺利的进展。然而密码图中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，只是凶手对自己的吹嘘和警方的嘲讽罢了。案件的调查又陷入了瓶颈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凶手继续在夜间作案，继续向报社提供信息，而受害的几乎全是小情侣。为了防止杀手再次行凶，警方禁止了城内的夜间活动，但凶手却一改常态，在目标放在一个中年出租车司机身上。作案完毕之后，还在现场留下了一个不完整的指纹信息，这样没有规律的作案给警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第二天，报社再次收到了凶手的来信，凶手称自己下一个目标是一辆学校的校车，警方对这次行动格外的重视，还在新闻里进行了报道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凶手却没再作案。直到有一天，警方又收到了一封邮件，凶手声称之前的目标都是开玩笑的。面对这个行为古怪、性格多变的凶手，警方一直处于被动地位。随后，警察改变了策略，他们不再理会凶手的来信，也不再破解密码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凶手销声匿迹。突然有一天，一封带血的邮件再一次将事件推向了风口浪尖。经过长时间的调查，接触这件案子警察大多数都夭折了，警方精疲力竭，最后只剩男主罗伯特继续调查。他不断穿梭在各大城市，查阅无数资料，眼看连环杀手的真面目就要浮出水面。但罗伯特经常在半夜收到陌生电话，电话那边没有任何说话声，只是不断传来人的喘息声，似乎在警告罗伯特停止调查。不过罗伯特不顾家人的劝阻，执意追查案件。直到有一天，第一名受害者的姐姐告诉罗伯特一些关于案件的信息，他马上找到曾经的搭档保罗，但保罗已经疲惫不堪，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，他不想再接触这个案子。孤立无援的罗伯特只好自己继续寻找凶手。一位律师找到了当初从连环杀人狂手中幸存下来的人，并认他指定凶手。不久之后，法院以连环杀人罪起诉了这个人。可是没想到凶手在开庭三天前因为心脏病复发去世了。法院将死者的 DNA 与当年凶手的 DNA 进行对比，发现竟然不是同一个人。究竟真正的凶手是谁呢？影片没有给出结论。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十二宫杀手完美贯穿始终，最终身份却无定论，像真实事件一样，杀手无人而知。影片中的连环杀手谨慎严谨，沉稳地谋划了一次又一次盛大的杀戮。电影剧情令人毛骨悚然，有理有据的推理过后，最后的结局仍是未解之谜，有的只是无望的追寻。电影值得一看。Did you get my note? What's this about? Zodiac. Vegas.